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第八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32强的比赛。我们很荣幸请到了邹俊杰老师为我们进行这场比赛讲解。邹老师你好。啊，杨子你好，大家好。这个比赛的赛制跟传统的赛制好像不太一样，它是2年一届。对对。对，两年进行一届，奖金也是非常的丰厚，是冠军。50万元人民币。邹老师在国内的比赛当中，这样的奖金是算是比较多的比赛吗？应该是最高的国内比赛了吧？我印象中最早以前是，昌吉杯啊，昌吉杯是40万，对吧？对，是的，现在这个50万，但是不过这个是两年一届啊，是的，两年一届，这那差不多，差不多哈，反正就是说，奖金确实是很高的一个比赛，不过这个对于。柯洁来讲，刚拿了那么大的世界冠军，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小比赛。小比赛。对。我们先为大家讲解的这盘棋呢，就是柯洁对陀嘉熙的这盘棋。好，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现场画面。这个是在浙江衢州啊的比赛现场。对。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些区别哈，陀嘉熙没戴口罩，那柯洁是戴了。柯洁最近的战绩啊，真是非常好，势如破竹。那不是用非常好，那是太牛了，那这个成绩啊，这个成绩真是太牛了。对，应该有接近90%的胜率，这个10盘等于只输一盘棋，基本上没怎么输棋。尤其是在前不久结束的两项世界大赛当中啊，表现得非常神勇。三星杯勇夺冠军，还有就是这个 LG 杯进入到了决赛。这是陶欣然，刚才那个是，朴文瑶啊，不是彭丽瑶，对，前面那个是彭丽瑶。彭丽瑶是不是拿过一次烂柯杯的冠军啊？我有点记不太得了，好像有印象中，反正他肯定是进了决赛的，是不是冠军我有点不太记得了。邹老师，这个比赛32强，他们是靠选拔产生的选手，还是说靠等级分呢？具体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我觉得应该是靠等级分的，因为国内的比赛一般来讲是不存在选拔的，就是比如说像龙星杯啊这种世界级的比赛，那会有选拔，还有一些世界比赛呢，他们是靠这个积分，就是你拿到国内的冠军啊，或者世界比赛的冠军啊，你会有积分，那么你参加世界比赛的资格呢，就是你积分多的人先选去。下这个世界比赛，但是你一旦参加这个世界比赛，你的积分就会扣掉。所以棋手要想不断的能够参加免选参加这个世界比赛呢，就必须要出成绩，否则你的积分用完了，你就只能去下选拔了。就它不是累积的哈。不是，就是你可以累积，但你用掉一次这个世界比赛的免选名额呢，就扣掉相应的积分，这样你积分就下来了。那下次的话，你积分更高的棋手就可能。获得这个，所以就要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对对对。好，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棋手，哎，都是在围甲赛场上战绩非常好的棋手。是，那等级分靠前嘛。对，这是黄云松，那唐伟新跟陈贤，柯洁在烂柯杯当中的比赛成绩好像不是特别的突出，拿过2次的亚军，还没有拿过冠军。实际上已经很厉害了。是，因为国内的棋手这个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可能说柯洁每个比赛都拿冠军。对，就是你确实很难，实力差距是很小的，有时候需要一些这个。运气的一些成分，你包括柯洁最近的状态是很好，但是也有一些棋也是赢得比较惊险的，因为确实是差距不大，因为尤其是有了 AI 以后啊，布局都很接近了，所以你下一盘棋呢，你更多还是在中后盘的一个较量，所以赢一盘棋就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了，所以能达到现在这个。胜率我觉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而且好像听说他是最新的等级分已经超越了古力的这个历史最高的积分，
好像是古历以前最早以前就是历史最高的等级分是古历创造了嘛，是27253吧，如果没记错的话，2753好像柯洁是超了，就是2754好像是，但是他还在赢呢，还在赢，可能还能再超，所以确实是有时候棋手这个状态越好的时候啊，你的棋运也会相对的好起来，就有句话叫强者运强嘛，是状态越来越好。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赢的越多，他的气势就很盛，那么对手呢气势就会弱，那么在一些很看不清的时候，哪怕对手优势了，他不自信，他觉得柯洁一年就只输了一盘棋还或两盘棋，对吧，那我怎么可能要赢的呢？所以他有时候他就会是就像前不久结束的跟变相一那盘棋，对对对啊，实际上变相一那盘棋的话是优势的情况下，但是没有，就可能没有自信，像您说的可能没有自信收官，对有点紧张。当然这种所谓的没有自信呢，也不是完全是没有自信，他只是肯定会多少有些紧张，是他觉得好像马上这个棋要赢了，要知道赢一盘柯洁是不容易的，是，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为什么高手他总是翻盘的特别多，他被翻盘的特别少，对吧，你可以看到柯洁连续的逆转了一些棋手，但是你会发现他优势的时候你很少能翻盘，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好，我们来看棋啊。开局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象小目的布局，对吧，我们一般把这个叫成错小目，这个叫象小目，这个是，然后白棋是这个小目，对，然后走了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手脚方式啊，是，实际上呢这三种手脚方式其实都可以下啊，没有，虽然说可能用 AI 的说法这个胜率稍微低一点，但是实际上也有棋手在下，这地方差距不会特别的大，然后黑棋是错啊，这个定式还是现在还是很流行的啊，说明还是有些定式没被淘汰掉的。走完白棋，逼住，这个开局柯洁好经常下，是比较喜爱的一个开局。他很多种，他好像这样也有过，就是错小目他也这样下过，现在是象小目啊，白棋逼住也是陀老比较擅长的一个战斗的风格吧。稳健点的大概就在这儿，是啊，稳健在这儿也是可以的。其实在这儿呢，黑棋也不会马上走，因为马上走这个间隔好像不太好，对，距离有点近，对，估计黑棋也是脱线，但是呢，这个属于有追求的下法，对对对，比较好战啊，是，反正他觉得你打入进来的话，他这地方还有留着靠这类的变化嘛，形成一个乱战，对，点三三，对。还是取地啊，柯洁的棋现在棋风还是整体来看还是以取地为主的，还是比较喜好实地。但是对，长这个地方，反正这个定式呢，点三三下了有很多了啊，最简明的定式呢就是搬了连搬，但是呢白棋实战的整体的思路呢，他是想在这个地方抢先手，所以呢这个定式一般来讲你要落后手呢，你就搬了连搬这样去吃个角啊，其实这个棋呢这个定式也是两分的一个定式啊，现在很多棋手也经常下，其实这个定式呢变化最少，最利于大家去掌握，那如果你讨厌点三三很复杂的东西，你就下这个，也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都不亏啊，都差不多啊。那么在这个场合呢，白棋可能觉得这边大，他想抢先手，因为这是一个后手定式嘛，所以呢对选择了单长，对，局部争先手呢单长是经常运用到的，那么黑棋呢普通的下法是飞在这儿，对吧，然后白棋就脱先了，对，这边抢一个，对对对，这是一个争先的下法，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黑棋它这里哈，它是一个很坚实的头，对不对，是，那这边来讲呢，既然黑棋这有一堵墙的话呢，我们很简单的判断就是说上边的价值可能相对更小一些，对对吧，明显你可以看到这种棋你往这边拆跟这边拆肯定是这边更舒畅一些，因为你这边已经很坚实了，你往这边再拆你这个空间肯定就有点窄，所以呢基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厚的一个
考虑呢，黑棋他想追求一下，他不想简单的去就是走一个落后手的定式，是因为走在二路上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发展，是所以说他想爬这个爬呢，他是一个这种特殊场合运用到的一个下法，他就希望你呢，他希望你什么，你就长他再爬一下，如果你再跟着长呢，他就争到先手了，争个先手，然后抢先在这边，哎，这个挂角啊，或者是分头啊，都可以考虑。就是说，但局部来讲，黑棋这么走呢，其实未必便宜啊，因为白棋拐下来呢，还是挺厚的。白棋也有一种下法，也有直接扳的啊。但局部来讲，其实黑棋未必便宜，但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白棋拐下来以后，黑棋上边的配置就特别的漂亮。那所以，对这个定式的一些选择，还是要跟这个全局的配置做一些判断。是啊，所以就是大家通过这个，刚才我讲了，就会能够明白他有些情况下都是飞的，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下他要选择爬啊？他要选择爬。邹老师，我看到了后来实战的进行，白棋是选择搬，然后黑棋搬下面。会有一个疑问，那这个棋形就感觉相当于是白棋飞，黑棋顶了扳，对的那个变化。是那么如果白棋像这样，那为什么不直接飞呢？这样就没什么变化了吗？飞黑棋也是顶了扳。对，但也有一种，也有可能它有可能拖，还有可能拖。有这个拖的变化。首先你单飞的话呢，就是它单拖，你有可能就要弄一个什么米氏飞刀那米氏飞刀最复杂那一个，你要去提防他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长，他也考验你一下，你万一你飞了呢，他不就达到要求了吗？对吧，他考验你一下，你要爬反正也回到原来都一样，是吧？对，他先问问你会不会爬。对，实战是爬的，然后黑棋是白棋是扳，对，白棋还是要扳完以后争先手。对，那么作为黑棋来讲呢，他局部还是有便宜的地方。你看你单飞，这个时候白棋不会去尖顶，做这个交换。你做这个交换的话，你看你做完这个交换，将来黑棋要走的时候，黑棋它就可以打了，再立定型，对吧？黑棋可以这样定型。但如果说你单飞的话，将来你要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下了比较多的是小尖，是吧？那这个图呢，你这几个交换目数上还是有些损。你被黑棋多了一个二路利嘛，那你这边以后围控啊肯定有关系。对，所以说黑棋他在这个场合我觉得爬还是相对比较正确的，因为他还是这边还是要争先手。那么白棋呢，他不愿意局部落后手，他所以就搬的选择搬了脱先。但以后呢，这一黑棋就可以打了利，捞取实地。然后接下来黑棋是靠的这个，对，靠着特别流行的一个变化。其实下到现在啊，我估计两位棋手应该不会去花特别多的时间，这因为对他们讲都太熟练了。对，这都是现在的怎么说呢，都是流行的定式，而且也是几乎下到现在都是我看都是 AI 的一些选择，没有说明他们肯定都研究过，对这些地方都不需要花时间。而且他们在比赛当中好像也是经常这么下，布局开始的时候。对，然后靠这个白棋实战是选择了外扳，这个里边的这个变化其实也是挺复杂的。对，白棋有很多种应法。对，实战是选择了外扳，然后黑棋是扳在角上，这都比较正常。打吃走，白棋粘上。对于他们来讲，这地方可能大家看起来是挺复杂的，对他们来讲不太复杂，因为这都已经是很流行的定式啊，然后研究的已经很深入了。对，嗯，因为现在主要是相对来讲研究一些前面的这个定式或者套路啊，比以前简单多了啊。以前我们要研究一些套路的话，需要自己去思考，然后呢队友之间再研究再拆解。现在你有了 AI 以后，你很多变化你可以通过一台电脑就把这个局部猜的差不多了。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很高的水平，那它看到 AI 的选点以后，它就会受到很多的启发，它马上就会明白大致
接下来会形成怎样一个变化。嗯，但是如果说你水平不够的话呢，你看到一些 AI 的变化，你可能就有点晕啊，有点晕。包括有些中盘，AI 提供的一些选点啊，我也是看不太懂的。但局部来讲会相对好看一些，因为局部有些东西它毕竟它有些计算还是死的嘛，有些变化。嗯，所以现在它要研究一些这种大型的定式啊，有个 AI 要比以前要容易很多。以前真的是很难，以前有一些包括我们以前研究那些大雪崩啊，研究了半天其实也没搞懂。对，现在还没有人下了，对，感觉已经是被淘汰的。对，因为它有很多好像有很多种 AI 的这种比较简明就不错的一个定式，所以就下了就少。对，这个定式黑棋这么选择的原因是不是也是想将方向往这边转呢？打完场，如果没有学过这个定式的话，没有见过的话，像是感觉还挺晕的。对啊，白棋各种有打吃的感觉。对，因为作为黑棋来讲，他当他搬的时候，这好像是必然的进行。你走到这儿，你不打吃这个，你也没棋可下了。主要是你没棋可下，对吧？人家这马上就要吃你什么之类的，你这边你也动不上力嘛，这边你没动上力，所以你只此一手。对，然后走到这以后，这是就是必然的。到这以后，无非你就是几种选择，好像有打吃的，也有好像打吃比较多一点哈，还有单拐好像不太现实，还打吃或者打这个两种下法，就基本上就这两种，没什么可选的。实战选择的是打吃。对，记得最早出现这个定型的时候，当时打在这儿会更多一些。对，基本上都打在这里的，就是还是基于这个布局的一个变化，就是基于这个布局的配置，他们确实研究很深的。你看实战，他们这个局部的定式选择是等于 AI 的首选嘛？对，实战是打的是这个，所以他们对这个定式研究是很深。那普通刚刚讲你讲的就是，打吃这个是比较多见。那黑的一般来讲会搬，然后白棋是下搬。白棋，也有下搬的，也有好像也有单回去的。对，下搬呢大概是下搬，然后这时候他大概是先打一下吧。然后再连扳，再连扳，你打吃这个肯定不行。打吃这个的话，它粘上你争不掉，对不对？你就没棋可下。那你打吃这个，他走，你补一个。他主要这个现在他增子有利，对吧？如果增子不利呢，白棋这么下还是挺厉害的。那你就只能退了。那退的话他补你再补你就差很多了、对吧？你打吃这个的话，你现在白棋还得去补一个，比如说补在这儿吧，对吧？补在这儿，那黑棋就算提一个，它的形状也比刚才好很多啊。这样呢，黑棋呢转到这边来，可能就是对这几个字有威胁。哎，这样你这边的方向可能不太好。是，这后世就没什么用的感觉。对对对，所以这是一种下，还有一种就是单回去的，就是打吃的时候你搬，然后他单回去。哦，单打在这里。哎，对对对，单回去。嗯，然后白棋黑棋拐，这好像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然后他什么连着压几下，一直压，这个就差。对。然后他什么？这时候先跑你一下，很好见过。试探一下硬手啊。这个白棋现在你大概只有吃啊。你要提这个的话，他这边你收刮一下，你受不了。对，这个先吃再说，这边以后再说。然后这样的话呢，他有了这个吃先手呢，他再压你要搬，他就要断你了所以你下的比较多是跳，然后黑棋这么猜疑，这也有过啊，这也是有过，好像尝一下吧。其实长在这个局面上长不长倒也无所谓啊，但是就是这样的定型也是有过的。那黑棋转到这边来，白棋呢那边捞一些地，对啊，这也是有的。可能实战他之所以这么选，就觉得好像黑棋无论是只要是转到这个方向来呢，白棋可能都不太理想。所以
白棋是选择了打吃，就这个时候对吧，打吃完再跑，然后黑棋接下来断、嗯、对，这样它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它可以打这个、嗯、先抢先打这个二路对吧，嗯，这样呢它就实地上会便宜，其实它他这个地方呢打着二路呢选择其实思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嗯、就取地把这个子看清啊，在底下捞点实地就完事儿。嗯嗯，白棋的这个下法是不是跟争子有关系呢，就白棋打下面如果黑棋争子有利是否能打上面，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一定的、这否则就否则就要坏了，对，打上面的话这 AB 两点黑棋接下来可能要必得棋，这样的话只有这个，好像这个也有过、哦、白棋也能下吗，这样好像也有过，但是呢、哦、我觉得好像这么下呢黑棋还是可以的，会更好一点，好像有过这样的实战，主要这个角上好像有棋，白是不是要不再补一手啊，嗯，这边是不是要再提一个，不知道你不补、嗯、可能也没棋，但是有收气目数也不舒服、嗯，这样他尖的跳过来呢，这边你还是受影响，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实战，但我个人觉得好像黑棋还可以，所以他抢先打的话呢，由于现在你争子不利嘛，对，然后很多丁士都是跟争子是有关系的，对，这个就是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嗯，啊，这有个子，啊，对。嗯，对于他们来讲呢不是太复杂，因为他们天天都在操练，那你对于我们操练的少来讲呢就相对复杂一些，首先那你就要明白这其中的逻辑，是你明白他每步棋的逻辑以后呢你可能相对好掌握一些，但实际上也挺困难，因为有些地方变化太多，所以下棋的时候还是要想一想，是嗯，他现在打吃，对，白棋是打下面、嗯、对，现在白黑棋曾子没有不利，没有办法走在这儿，总之白棋就可以提了吧、嗯、对，提了你拿不住，你粘先手也没有用，但是他补一个，嗯，争刚好没争掉，嗯，争不掉，对对，所以这个只能是长长长完以后白棋接着爬，白棋是爬，对，他既然打吃完就肯定是要爬，不然这拐一下你受不了，然后黑棋是走那个长，对，长，然后白棋长，嗯嗯，长，他下手要争这个嘛，对吧？嗯，然后黑棋争这个，嗯，然后白棋该补棋了，拐二路，嗯，这地方不要补在这儿，这不然挡先手，所以一定要补在这儿。嗯，黑棋是这个，嗯，对，这就是这个局部，可以称之为一个定势吧。嗯，其实你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以后，其实这个就很容易明白下人这样它是有必然性的，是、嗯、感觉这个定势的本身白棋这一方实地很多，嗯，觉得局部来说白棋是可以满意的，但黑棋这个下法、嗯、像刚刚邹老师说的是因为这半边定势的选择刚好黑棋只有后势，那边白棋没办法发挥作用，对，所以选择这个定势，对，就是这个跳还是很大的一手、嗯、还是很大的，你这个不能去脱先，你脱先的话他都有可能这一扳你可能棋形就坏了、哦、对，这扳挺难受的，对，你这动不了，你打、嗯、你走这个他一打，对，对吧，你提一长你这棋形就已经崩了，嗯，所以这一扳受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步跳它还是很大的一手棋、嗯、必须要走，对，这是到现在为止就是，对，然后白棋走一个这个， 嗯， 嗯，这步棋是否可以省略呢，可以，就是这个就是、嗯，托加西他对这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理解的，嗯，就其实到这儿我觉得他们都是研究过的，因为这里面所有的变化看了一下几乎是 AI 的首选啊，一般来讲你要跟 AI 下到百分之八九十这种接近率，你如果没研究过的话是太难了，即使柯洁他也做不到，是，除非他研究过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地方下的到现在为止下的一模一样，肯定是研究过的，现在这步其实第43手，嗯，对于他们顶尖高手来说的话，利用 AI 研究到60手应该问题不大吧，就推演到60手左右，
要看他们熟悉的东西，要看他们熟悉的，因为每盘棋开局不一样，对，他们可能就是说，研究的几套布局，但你要说是完全另一套陌生的，他就很难做得到，而且跟丁氏的手术可能有关系，对，这个丁氏比较大型，对，而且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必然，就是你没有有些棋啊，你有太多的选择和思考，这像这个它几乎是命令型的，是对吧？它都是每招棋都是命令型的，你就很好去走，接下来白棋是这边又就走了一手，对，防守了一手。好像我看 AI 是选择要往这个地方去，去走的，但是他实在走到这儿，还是觉得这个地方的实地挺大的，确实感觉是很大。对这么一大片，因为你不走的话呢，黑棋将来比如说他这一带去骚扰一下也挺舒服的，对吧？瞄着你，对，你扩张自己先手的意味，对，所以说这本身这手棋确实实地还是挺大，好，从这站走，对，是吧？对，从这的，这是必然的。这个黑棋他转到这边来，他就是想这地方走，瞄着那个打吃。对，作战的下法，白棋是长，然后棋是爬，爬，白棋也只好长，走，对，白棋实战是选择了跳哈，这局部搬的段也是比较常见的，对吧？搬段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这样你要是。打吃这个呢，还有一个手尖啊，有一个打二一，有这个。那断的时候，黑棋可以选择转换吗？那就转换，对，打在这儿。转换好像，我觉得在这个局面，白棋还可以接受。我觉得白棋还行，就是这样，他吃这两个，你现在大致就是。这怎么吃很麻烦，吃这样对，走这关子稍微差一点，不过吃得干净，但这样白棋先手他就可以在上方走的，他反正这样他这边他就把自己一个负担给抛掉了，虽然局部来讲黑棋的目数获得比白棋要多一些，但是毕竟白棋争到了一个先手啊，上方可以好像还行，搬段是可以考虑，但是也很复杂啊。搬段的时候，黑棋打下面是不是不能想的一步棋？可能多数情况不太会被便宜啊，因为他这样他打这个的话呢，你打这个那你只能是粘上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都一样了。对，不然你就走这个就完了，对吧？走这个对吧？对。所以你打吃这个呢，你肯定是想粘着一路。粘一路主要是讨厌，就是他将来虎的时候，你这个拐你得再爬一下，对吧？如果他不见得马上虎，就算他虎，你马上就要爬一下，你就非常难受。这个毕竟是二路跟三路的交换一下，还是有点亏。对，是。但你不走呢，这个拐是先手，这块没活。这就是他脚上便宜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来讲，绝大多数场合黑棋。不太愿意吃在那，黑棋要么是转换打吃，要么就打吃在那里。对，除非有特殊场合，你实在劫打不过了，打不过了你就忍耐，对吧？否则的话，先主要就会有个打劫。对，但打劫也很复杂。打劫黑棋，因为它毕竟它这边可能有一些劫财，所以实在呢没敢去做这个扳断。黑棋小尖，小尖，白棋走出来，然后黑棋是尖这个，这个地方有些奇妙。那尖这个的话呢，白棋大概只能是回退的，你长是不太行的。长它虎完以后一段应该就崩了，是吧？对，一段，这要打下来，这要爬回去，但是。黑棋可以靠完再活，他觉得这个不便宜吗？黑棋靠完，靠你，靠应该白棋只能搬下面，对，只能搬下面吧，对吧？对，我再护，然后再打这样白棋要打一下，打一下嘛，打一下，打一下，然后再护这个，护一个他觉得这样不便宜，他觉得这样白棋眼位比较充分吗？其实很难说啊，我觉得很难说，这样他不是打完长。
打完长，跟实战比那样搞不太清楚。其实感觉这样黑棋好像比实战会更好一点。不知道，我判断不清楚。相当于黑棋小尖，白棋尖这，白棋尖这尖这个，黑棋搬完打一下，感觉。因为黑棋小尖的话呢，白棋如果说尖在这儿，好像也是一样的吧？你也没什么棋可下。黑棋好像大概也是会搬这个嘛。或者你挤这个嘛，或者挤这样的啊，挤这个。对，是的，对吧？嗯。所以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就是很难受，就是你会发现他的，他把这个次序稍微颠倒了一下，然后呢你就很困惑，但你单尖呢，白棋确实是回退的是第一杆，对吧？对。但你靠完那虎呢，白棋呢也没得选，也没得选啊！你打完以后你也只能是虎啊，对吧？你也只能是虎，你不能长一段就崩了嘛，所以这个地方我没搞清楚，靠完虎好还是单尖好，这个有点困惑的地方。是这样，但我是觉得白棋好像这样形状挺舒服的。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走成这样，我觉得白棋还是挺舒服的，因为这地捞得很足啊，这还你将来还有个断的余味。那么这块棋呢？反正初一看你不是太好拿住白棋，所以但是就是如果说黑棋靠完虎，黑棋也未必好，白棋可能就刚才就扳接到脚上了，这种地方就是白棋有可能就扳接到这里，扳在脚上活哦。扳接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它这个拐有先手，对吧？是先手，对。但你刚才单尖的时候，你退回来呢，你就不好意思扳接，你再扳接，那以后他这个拐一下有先手，但实际上差距也不大呀，对不对？拐一下先手，白棋。但其实刚刚那样，黑棋拐好像也是哦，黑棋不是先手，就是如果胡对刚才那样不是先手，对。点的话一路有个利，这好像可以回家。 对但是差距也不大。其实这个拐呢，你就算首先还不一定是不是一定绝先啊，绝先那就算拐掉，其实先手便宜的很有限的，真的是很有限的，因为你这边不是你的木嘛。如果是你的木，你说你不是你的木，你拐到你其实没增长什么木。是，但白棋它之所以要爬呢，它还是瞄着你这个段，就陀家鑫呢，他是觉得你有薄位，从目数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扳接目数便宜。因为扳接到这儿以后，很现实的，这个拐就是一个先手，绝对先手。对，甚至黑的可能马上就要爬，跳或者长，对啊，甚至黑的可能马上就要爬一下，那他扳接这个目数可能比爬要好一些。但是爬他就是瞄着外头的段，所以作为白棋来讲。他这个时候爬的心情还是有的，基本上第一杆还是要爬，因为觉得好像至少以后跳啊什么断还是有用。但就是如果黑棋如果靠完虎，你就没得选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对啊，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柯洁要给他一个选择，我也没搞明白。难道这个棋可能柯洁自己也搞就是分辨不出来哪会更好一点，索性把难题交给对手。对，好像可以单靠吧，因为没看到没看到有什么别的棋。白棋大概也是只能虎，没有其他下法了。对，如果说它可以长的话，你尖我也可以长，对不对？对，就是你单尖我也可以长，所以白棋肯定是不能长才对。那么好像没什么棋可下，这边搬了段也没用了，搬了段它可以给打吃，对吧？好像这个我觉得有可能靠了虎要好一些。实战是白棋是怕，然后黑棋是可以走了这步棋。这步棋也是体现柯洁不太会下了。这个好像这个 AI 是没给那个选点的，就这步棋吗？对。好像应该还是在这边去处理，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棋他不太会下了，
你不太会下的时候，就是走一个眼见的实地，对吧？眼见的大场，嗯，就是很这边打入暂时黑棋也可以考虑啊。其实我觉得打入就打入在这嘛，嗯，打入在这，其实也可以考虑。我觉得黑棋要想想办法，因为好像黑棋空不是很多，你们觉得吗？下了现在以后，黑棋的空。就这个大角还是很丰厚的大角，是啊，黑棋这个外是暂时这边还没有能看到眼见为实的实地。对对对对对，他现在如果说攻不少几个子，他要么就攻这上的，空对吧、嗯？所以这步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虽然很大啊，虽然实地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好像白棋如果把上头处理好以后啊，空明显白棋还是很多，白棋现在也可以考虑就是常用的。常用的靠这个嘛，这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手法，去破空，然后顺便加强一下上边。现在就是黑棋要注意自身它的实地是不太够。嗯，我们看，然后走完它是、白棋是这步棋、哦，这真是在这儿古老的风格啊、哦，这个一般人想不到。这也是这步棋带来的后续。对，那一般人是想不到，这本来。出出一看就自己防守一个，对吧？你现在杀过来就是你，你是觉得黑棋这块就不活，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个感觉啊。那把黑棋自然是没有办法的，这必然是要尖，你不能再缩了，再缩了没法看了，对吧？只能是从这走，然后接下来就对把这个子断掉，很独特的感觉，从这个地方杀出来一块，力量太大了，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然后再拐一个，嗯，拐这步点其实也是在为段做铺垫，没有他们俩实际上是拐不出来的吧。对，你连扳你就危险了。这个扳住啊、嗯，所以他这两步棋也是为这个段做准备工作。然后黑棋接下来是贴的是这个，嗯嗯、对啊，早知道你看他早知道他这棋先靠两下就好了，现在真子不利嘛。哦，对，对吧？对。他如果那边想办法能够折腾到一点、嗯、折腾掉一个贞子有利，他这个点完段好像就挺厉害。是。现在正好贞子不利，黑棋可以冲出来，然后你上面引针肯定是来不及了。上面引针这边前面黑棋补一个，就是白棋损失太大了，就不管拐或者长、嗯、这白棋这边损失太大。嗯。主要这边没有一个特别明显引针，可能就靠这个、嗯、靠一下引上。靠一下可以，靠是能引上的，对。但是黑棋面对这个靠，应该是不会管了。对，肯定不会管了。这边你损成这样，这个搬下来吃的也不是特别大。对，嗯、但是你不能点着先靠，点着先靠就太损了。对，太损这边可能人家就忍一忍算了。实战白棋直接压出来了。嗯、对，嗯，所以就这个棋形，黑棋这样冲出来，第一感觉的黑棋还可以。嗯，第一感觉觉得黑棋还可以，因为。你这死的一个子，目数还有点大。白棋继续贴。嗯。走成这样。嗯。走成这样就是，黑棋这么长，好像，AI 认为是一个问题手啊，就是，可能觉得长啊，嗯，被白棋借镜了以后，你以后白棋贴是有先手的可能，所以他觉得就是。虎或者粘都好一些、哦、啊，虎和粘都可以考虑。这样的话，你反正你走这个就是后手，嗯，走这个后手，然后白棋长，黑棋就想办法把针点一下，这些做活、嗯嗯。感觉上好像白棋确实不是特别的有利。我觉得黑白棋杀出来的话，黑棋好像这边什么点一下做活应该问题不大。对，这边加强之后，那四格子感觉略显单薄很多。对对对。嗯，所以长呢？长这个，长就是当时柯洁可能觉得你贴我也是要长的，他觉得，这块棋问题不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好，白棋是顶。嗯。然后顶先手。嗯，顶先手，白棋走不到，对吧？白棋如果再扳一下受不了。嗯。如果走的话呢，黑棋肯定是把那个搬下来。对，哎，这能走得出来吗？这个好像还是可以走出来，但是吃的不大，那上面被搬的冲下去也是很猛。这边应该还有棋子吧？打完断着，这以后
哎，可以，可以走走这个，这先搬掉。白棋，白棋粘上，粘上它挡住，挡住再挡，贴回来。这有一个断，好像这个黑棋可以弃子。对，它现在它一断，你只能是吃这个。对，断直接断，这样白棋不敢吃，吃完粘完里边有个接不归。对，那这样白只能吃在这儿。那它打一下，再怎么冲下去当然它也有可能它先保留，比如说这样的先保留，它先冲下去。这个转换感觉白棋不好。因为这个吃了眼见的六颗子嘛，就史莱姆棋，感觉是不是这个传下来那个有点大，那个有点大，所以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尝出来是要正确的。先把尝，然后把黑棋其实先点，白棋粘上，然后再贴到贴，对，因为点完其实也没防住吧，点完也得补，否则就还是跑出来了。所以点完还是要防守一个，这样呢，肯定这下就被贴到了，对吧？你本来要在这一带或者这一带，他就肯定就是后手嘛。对，你现在如果现在不走的话，被人家扳头，你总是有点难受的。是，二子头被扳，所以他必然是要退，藏进去，藏进去呢。但是就是这边以后就被先手封了，但是呢，他们现在这边寻求一些便宜。走了刚刚说过的手筋，哎，对，扳断。那这时候黑棋大概只能吃，打二一。他是想用上面这个做当劫材吗？他可能这么想的，对吧？对，就，然后是的，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飞，黑棋提劫，对不对？对，然后飞是当了劫材。对，我看好像说这个 AI 是说这个时候要反击，要出来。要出来不让他如愿当劫材。对对对，但是说实话，下棋的时候你走这个，我顺手提一下是很正常的。一般都是预劫先提嘛。对，总觉得先提不亏。对，说是要反击，说是这个白棋应该先锋再走这个。对，但实际上确实这个劫该白走，好像白棋走的话还是一个劫，对，两手劫。这个角比较奇怪，它就是一个两手劫。两手劫。提一个还是劫嘛？是，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出头是一个时机，但是没抓住，提了一个，这很正常。这个下棋的时候顺手提一下，有这种惯性思维。对，白棋飞，黑棋是扳住，对，然后他再提这个，这个出头确实相当大，是出来之后这串没活，对对对，你这块棋没活还关系到上方的后方，对，所以正常还是白棋应该先舒服掉。先舒服掉再打劫是必要，他就想便宜一个劫材，所以说他这种地方确实是很有点贪心，对，很贪心，他要便宜一个劫材。然后我们看看他是完了以后走完提，然后黑棋是立找立，对，白棋挡，黑棋提，然后他打吃这个，这个，他是飞的。先飞这个，飞这个打劫，黑棋反击，提，然后断这个，走，然后白棋打吃这个打劫，对，再提回来，对，现在跟黑棋现在顶着这个，然后白棋虎，因为黑棋其实。接着找劫也挺困难的，你再找劫，他其实外头好像这个都是劫材，要跑嘛，你本来现在是靠着这样从这条缝冲出去，本来黑棋是靠这个缝冲出去能够暂时扛住这块棋死活，对，所以呢白棋他这一带都是先手和先手，所以你要打劫的话呢，黑棋你再走呢其实是个损劫，你损木了，这样走的话，这个损木了，以后它挡下来就有木数的关系。所以黑棋这个，因为早劫也打不过嘛，那就不能打损劫了，所以他外头走这个，然后被白棋虎，这个地方黑棋扑了一个，扑一个
是为了紧气啊，紧住你的气嘛。紧，想把白棋打成一个这个淤形。对，紧住气。然后白棋生火。去打了一下。打了一下。嗯。打完以后，现在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断点需要补。这里没有棋。嗯。那黑棋是也得补棋吧？冲。冲了一个。嗯。冲，但是这么补也很忍啊。嗯。可能还不如跳这个补呢。刺掉。刺掉，跳这个补。可能这样会好一些。嗯。但这样补确实太隐忍了。这样补就是这个头被打回去了。直接做黑棋就地做活。对，你当初你看黑棋柯洁一直强调的这个长起来，现在你看它是个鱼形啊，本来想长头然后撑这边，现在你看走了半天这个棋形就很奇怪。黑棋就地做活的原因是不是也担心如果局部没活的话，白棋压这边先手，因为这边有几个先手，这里是能 冲出来的啊。对，还没活对这块棋，他确实也有他的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扛在这儿会好一些。因为扛在这儿基本问题也不大，头很沉，因为白棋还没有活，所以暂时白棋还没办法反击。对，他实战这个下的可能有点冲的时候有点了一下，点了冲的时候白提劫啊，他先提这个劫嘛，这个没打。对，冲的时候白提劫，然后黑棋这个是当劫材走的。对，点一个，白棋粘上。对的，白棋粘上，然后黑棋提劫。哎，没错。那为什么白棋现在不提一下？对，提是不是担心黑棋就是气了？哦，对对，他可能吃这个，对对对，气了，对。就不要了那几个字。对，是应该走这个。黑棋是提，白棋挡，对，然后黑棋是断。断确实很忍。白棋提。提。这个黑棋没办法就回去了吧，对，粘上打不过了，然后这边又打了一下，这样是有点忍。这样关键以后白棋他如果说这个劫在打的时候他挡还先手，就是如果他劫才绝对有利时候他 打完挡你还要还没活劲，还得靠这个劫顽抗。是，所以下到这儿我觉得好像白棋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现在这个棋下成这样，实际上是飞完以后，然后做活，下到这里其实基本上已经进入收官的一个状态了。好像看起来白棋还是控明显多。对，我觉得白棋现在是优势挺明显的。然后看柯洁是怎么想办法，现在柯洁必须要瞄着上面的保卫，如果不瞄上面的保卫收控应该收不过，拖断。拖断，他就是希望你走这个，然后他这样可以打吃一下。这样打吃你就麻了，你大概只能是提，对不对？然后呢他这样就争到一个先手，可能这个上方打入啊，他必须要上方拼了，就是瞄你的保卫，否则控不够了。白棋如果回来这边能围到十几目的话，黑的全是这种小块小块的，对，控太不相够。所以白棋选择的长。再爬。对，打完了爬。白棋是打吃。头老觉得这个不大，其实这也挺大，他觉得不大。可能觉得被欺负的有点惨。对，没心情。被压缩的太惨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反击型的一个棋手。是。所以走。后一个。对。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应该打这个，他这两个已经转了。他再回来。你提的时候不是可以长了吗？本来这时候你回来，你打吃这个，我打吃你肯定跑这个了，对不对？对，那我虎到一下呢，我再回来你提的时候白棋可以长了，这样其实是外头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这时候应该机敏的回去，那两行已经便宜了会好一点，但是他已经进入他的惯性思维，他虎完他就准备这么包打的。其实提，对，然后这样呢黑棋可以先
白棋挡住，白棋挡，这样黑棋可以先手舒服了一下。嗯，啊，这其实这步棋还挺大的。可能头脑下棋的时候不觉得这步棋不大啊，但实际上目数还是挺大。这一系列下完之后，黑棋已经进入到白棋这空里面去了。对，因为这毕竟是个先手啊，先手一出一看六七目还是有的，还关系到一定的厚薄。是，然后黑棋上面打吃，打吃白棋，白棋是踢，这个打不过，没什么劫材就粘上。这块没活，确实打不过。对，黑棋这白棋这地方有很多劫材。然后就靠啊，终于下了这个靠了，早就该下了。你们白棋之所以这么选择，其实可能也是早早就想下这个靠，对，腾挪的手筋。靠呢，黑棋不敢再硬了，觉得这个借用太多了。对，比如说，就这么连扳下去啊之类的，借用实在有点多，所以他选择就直接对脱先了，脱先白棋往下立，往下立。那黑棋得退回，对吧？嗯，得退回，白棋拖过，差不多。白棋上方也获得一些实地啊。啊，这边顶了一个，顶一个。白棋补了一个，白棋中间走，补了一个，补一个就是说，它虽然说这地方有点薄，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扛住的，它直接可以挖这个扛。因为你如果你挡住就被断了，对吧？挡住就被断了。所以呢，你就可以这么扛，这么扛会厚一些，然后你就粘上。但这么扛呢，是扛是扛住了，但是还要损些地啊，损些地。但是如果你不这么扛，你单粘来扛的话呢？这将来这个地方的味道就不是特别好，什么扳啊打啊，就会有点薄，各种先手，哎，就会有点薄，所以这地方就白棋呢，暂时没上，但是呢留下有很多不好的味道啊，但是它损点木就可以扛住，刚刚讲的就是通过挖损一些木，对，黑棋上方欺压一下，现在应该还是白棋不错的形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白棋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刚才优势那么大。我还是觉得，白棋就这个地方，它如果回退回来的话，虎完以后回退回来，优势会大一些，更简明一点，而且那样也其实也是个先手，虎黑棋虎，对，然后这边先动手，对，那样好掌握一些，那样厚一些。现在就是说，虽然说白棋还不错，但是你毕竟这块棋啊，以后被黑棋挡在这以后，分段这块棋还没有活劲，没有刚才那么简明。但是棋靠，但是这个棋说实话也是很复杂，然后下了后面的时候，双方可能时间也不太够用。是，这个靠完之后，紧接着又靠这个，又靠这个，哇，这两步棋感觉也是。蓄谋已久，要开始冲击这个，这两步棋的必然性在哪里？他俩之间看起像是好棋，不太明白，也看起来是肯定是一步好棋，也不太明白这里面必然性。他现在是怎么走的？黑棋白棋是粘上啊，粘上哦，白棋粘上，然后再一扳啊，这样他是为了要这个扳。一样，你走这个扛。走这个扛，它是不是也是扳？但扳我可以不会脱先。那如果走这个扛，那走这个扛确实有点损。下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会觉得有点损。这个，这样，但这边我上方扛住了吗？这个尖完冲出去啊，尖完就冲出去了。这个长先手，对吧？可是好像没什么用啊，这边打出来，对，尖冲出去打长，这打是先手，然后就粘上，那他就感觉黑棋没有什么用啊，那他是这时候扳，这时候扳白棋会撤吗？他这时候可以扳，你这时候撤他这打是可能也可以扛，可以扳这，所以他还是粘这，粘这也是扳，
班这一下好像就有点乱了，我觉得好像，头下棋下的不简明，我觉得。白棋是顶，黑棋挡啊，白棋是冲这个。冲这个，哎，冲这个，黑棋我看它实在是单拐的吧？单拐白棋一打吃，它这两个就掉了。那他为什么不？他应该打吃再冲吧？打吃再冲。我怎么觉得打吃再冲白棋怎么办？那这样白棋长应该只有长吧？你不能被搂一包，对不对？那我再贴，再贴。如果你赶上面，那我打吃完先手，我一分段你这块怎么活呀？就如果说你再怎么走的话，我这个不是先手吗？对。这一分段这块活不了吧？没看到眼呢。好像他活不了，对吧？没看到眼嘛，因为黑棋太厚了。哎，那这样的话，这白的怎么办？白棋应该还是会长吧？长的话，长会又粘回来。粘回来还是我能不能粘这个？我好像可以粘这个吧？粘这个不便宜是吗？粘这个也可以考虑。又打回来了。这样不便宜吗？感觉像应该便宜。不太懂，因为他实战他单拐，白棋叫吃，你这两个掉在嘴里。那个棋就已经，对，打吃的时候黑棋是长这个，白棋吃，黑棋粘上，对，好像黑棋刚才打会好一点，我觉得，是，刚刚黑棋粘下去，如果粘下去之后，白这块棋好像联络上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连好。应该好一点。刚我粘完是先手，否则我这一搭你这边也很断，搭你虎我粘先手再一顶。对。好像有问题，应该打有失误，有失误。好，那走成这样以后呢，白棋现在贴这个。哎，白棋不做活呢，这棋这块不是要活吗？否则你还挡一下先手也很大，你虽然不至于死，但是这个挡先手也很大。它是贴这个的，贴这个，然后黑棋长，对，头下棋它就是不肯回去，但是你走上面不见得能走到木，其实走半天你不见得走到木，你这个是一个是联络自己，然后现实这个手棋至少有木，对吧？对，这个你粘上，我吃通本身是带木的。是，这走半天，有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吧？走，哦，他担心这个哦，他这地方有个顶，他是不是他担心这个？哦，对，是好像是有顶。对，走完他长，对黑棋贴，他所以他顶有道理，他要防这个。对，不然我就觉得他有点奇怪了。所以他这步棋可能有点问题。就应该直接点回来是吧？有可能，或者搬这个是不是也挺大的？搬这个也可能也挺大。但是这边下了很危险，我觉得刚才柯洁错过了一个时机啊。走完现在他现在是要防这个顶靠，然后黑棋是搬住，白棋退，黑棋是顶这个啊，防住这个顶的就该回来了。哦，这没有，这边又抢了一手，哎，抢了一个拐。这么凶，觉得这边已经活了啊！那白棋也得做活吧？打吃真是打吃下应该是读秒了。对，然后这边点了一下啊，对，点完真上做活。啊，黑棋是虎，我这个，然后接着捞啊。这太凶残了吧，这啥意思，这还要捞吗？上边
黑棋其实也不好走啊，你打直我粘上，你次序怎么走？没什么。你打吃我粘上，你搬我就搬，你下去我吃这个，就是黑棋次序不好走啊。那我就赌这个。对，黑棋是要冲哦，要冲下去。冲下去我就打脚上嘛。打脚上。没关系嘛，两边活就行了。我又打一个。那你不、哦、这个打不行，打有断。对啊，你就算提你粘上，你也不会像便宜，你花一手棋。对。那粘的时候，其实白棋也可以单提。对啊对啊，就我就这个意思。嗯嗯。应该问题不大，对，不是他走完他上方确保是没有问题是吗？我搞不怕他这块死啊。黑棋黑先把自己先连回来，这边先粘上啊、然后白棋是卡了一个啊、做活。哎，黑棋刚刚一定需要连回来吗？断。哦，断完有问题是吧？嗯，对，断黑棋只能粘上，那不粘不行，粘一棋吃掉了。哦哦，这地方啊、哦，对，嗯，一棋吃掉了、哦、不行。对。哦，那他是没办法得粘这个。哦，那他先手，那先手应该还行啊。嗯。然后白棋这边是挤一个。哎，不对，刚才有没有转换的可能啊？黑的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贴一把吗？我贴，你要断，我这一扳。这一扳你扛不住吧？对，看起来好像黑棋吃的比白棋要大。对，你断我四个不要嘛，我就扳这个。贴的话，白棋就补一个呢，就补一个我再回来，他这个粘是哦，粘是先手，他就虎一啊，死倒不会死，死倒是不会死，但是我木薯应该便宜一点吧。是，白棋如果卖掉这个的话，底下木薯，而且包括以后对，还搬了断。对，如果你把这个卖掉以后，嗯，那我这搬了断你就也吃不消了，对，你再只能，但你现在不靠这个就已经做不活了，对吧？好像还可以贴这个地方，两个人吓晕了。是加后面读秒是有点，这贴一下差很多啊。那白棋实战它是直接挤到这儿嘛，嗯，直接挤到这儿，它就不用卖这个了，不用卖这个的话呢，这边你现在不贴不到了，贴断死了，嗯，哦，这差很多，这要贴掉一下好一些。然后黑棋这边就走了搬粘，黑棋刚还有可能走在这儿，但走在这儿就要需要重新判断，走在这儿。走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有个顶吧，嗯，对不对？我这还是有个顶，你这哎走啊、走这儿，白棋如果这个先手有用吗？不还是有个顶吗？哦，对，对吧？还是有个顶，对，要挤，那就白黑省白挤，你局部赢死了，挤我一粘你全死了，对，所以你只能是转换了，你只能转换了，转换我打吃。嗯，打吃完我确保我这块这四个子已经连回来了，对吧？叔叔一看是连回来，那我把你这个，嗯，不过是吃这一串，可能就吃小了，嗯，你可以把大部队接回来，嗯，啊，那不行，行，对，那不行，吃这一串不行，嗯，吃这一串还行，嗯、对，靠的是白顶这个连那边连回去，或者是其实白棋可以点一个吧，对对对，点完之后这边小。好，尖不回去。点你不便宜，点我团这个了。啊、不过你把这团死了就行了。嗯，那是，所以只能贴一个，不能虎。那白棋这个点一下也很机智啊，但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这一点，官子便宜了，如果弃到这一坨的话，相当机智。嗯，啊，但是实战没有贴啊，没有贴到这下，这好像差很多，这样。现在形势怎么样啊？我们好像时间确实也讲不完这盘棋了、嗯、看看现在这个形势怎么去，他那个有 AI 的判断吗？我有点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好像刚才贴到一下还是便宜挺多，现在白棋挤到现在形势谁好？现在白棋的胜率要好一些，好一些多少呢？看到白棋是57%，
啊，五十七那基本就差不多，五十六左右，五十七那就基本属于半不胜负的这种状态啊。现在实战线下到哪里？看一下。嗯。哦，下了很多了啊。哇，下就沧海桑田啊，这是。结束了吗？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电脑密密麻麻的，对，现在就是我还不知道结果，因为它下了确实很多。我们看到最后是黑棋这个角是死掉了吗？现在295是一路立，296有吗？还在下呢是吧？对，现在是最后一手是297，是往上，对，297手。嗯，太这棋太刺激了，像这样。本来以为是一个细棋的收官。但是看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有很精彩的对杀的，有点精彩。他现在就是说，我刚才觉得就是说黑棋如果贴到这一下、应该是黑棋有利的。你从胜率来看，如果白棋挤到这儿，现在是55-57%左右， 对吧？对，那你贴到一下绝对不止，这贴一下差太多了。因为贴到一下它这地方它又不是扳接的问题了。刚刚讲了，我贴到一下以后呢，你得需要这个粘先手来做活，对吧？那你从粘线上来做活，黑棋这就是硬头，和大家看这个地方的区别是硬头。硬头的话，黑棋搬完以后就有个断的这个下法。白棋粘上。这一段。这一段已经有点晕了，白棋。你打吃他要打这个。对，白棋大概只能打在这儿、打这儿这个有个整体打结。对。黑棋打二要跟那个角是一样的手气，对，这样又形成一个结，一个打二一，对，这样的话就劫财又得看一看，是啊，所以他贴到一下，这一下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他没贴到被一挤呢，现在是一个56-7的胜率。那如果是56-7，其实就是一盘极细的一盘棋，可能是个半不胜负。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后面下了。手术已经下了297，快300手了。我们现在电脑上看的也是密密麻麻，永远看不清。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盘棋就没有办法给各位观众朋友给他讲完。对，我们一会儿需要给您带来另外一场比赛。那我们休息会儿。对，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见。有微信号。